我们现在站在大英博物馆的钟表馆，这众多的展柜里面呢，有一个表的形状呢特别的吸引人。那看到没有，14号这一骷髅头，这是呢1660年到1670年之间呢欧洲钟表匠呢做的一个特型的时钟。上面能看到上发条的眼儿吗？然后仔细看的话，我们会在骷髅的额头看见一段呢拉丁语的铭文，写的是什么呢？生命稍纵即逝。其实这种骷髅的装饰呢，在17世纪的时候非常流行，有一些贵族啊就喜欢用这种骷髅的装饰呢来提醒自己呢生命短暂，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那这钟表呢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您去过国家美术馆的话，有一幅大使的像，画作的名字叫做大使，正负两位大使站在那儿的时候呢，您会看到侧面呢有一骷髅头，和这个当时的用意呢是几乎一模一样的。看来人们对哲学的认识呢几乎到最后都达到一个相同的境界，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登场了？